我跟女生同时骑一台机车，一人蹲在脚踏板上，还有一人竟反坐在车头，在大马路上摇摇晃晃，令人捏把冷汗。驾驶人赵某属于无证驾驶，所驾驶的车辆为无号牌，并且有严重超员的违法行为。除了骑车驾驶成年之外，其他四人都只有15岁。你们立为违法了，我叫你们骑车之后因为如果说把案件带进去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们能开车吗？我们开车啊，我也没打烟。同样惊险的场景发生在重庆，一辆货车突然紧急刹车，冲击力道之大，让驾驶跟乘客从副驾驶座的窗户被甩出10多公尺，而货车连续3次撞上旁边的护栏才停下来。那个驾驶员呢，一看到新学标志又怕超速扣分罚款，所以他急忙踩了一个急刹车，结果那个急刹车一踩了过后呢，车子呢就不停召唤。雨天路滑，驾驶紧急刹车失控，所幸两人只受轻伤，已经出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